大家好，我是玉美尔张雨倩，我和爸爸一起开指甲店。我喜欢用我笔去留下游客们美好的回忆，在祖国的关怀下，众人之福人人喜。祖国温暖的阳光，大方照耀我家乡。因为有党的领导，全人民充满希望，全人民充满希望。随着游客们对谈话喜爱的生活，我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好。